这枪都有多离谱，三十级只带两阶生意物，几乎不需要什么练度就能够打出爆炸输出，配对成型后更是比肩版本 T0 兵队，堪比原神种门，星铁超级破，绝对是林克党的福音。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游戏的核心机制属性异常，当我们用任意角色攻击怪物时，会被其积累对应属性的异常积蓄值，积累进度会显示在怪物血条右侧的这个圈里，当叠满后会立马造成一次对应属性的伤害，同时触发对应属性的异常效果，可以类比隔壁星铁击破韧性条的机制。而在此期间，如果再次触发了另一种属性的异常效果，还会额外触发一次紊乱伤害。这里是每种属性的异常效果及伤害倍率，大家可以暂停观看。而且众所周知，异常类型的角色叠加异常积蓄值的速度最快，而目前游戏中异常类角色有且仅有两位，所以配对上主打异常玩法，可以是格丽斯、派派加上任意辅助角色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没有格丽斯，也可以和11号露西或者猫鼬安比组队，就算是最差的情况，一个 S 级都没有，也可以和安比比利组队，他依然能够打出爆炸输出。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属性异常是不吃双爆加成的，这样一来驱动盘更容易毕业，这你要是还不练真就不礼貌了吧。